这个都有标配这个车身护栏，好、哦，这政府规定有安全的考量，所以他才会加装这护栏，它全车都有，外观也非常的好看。大家好，我是 SUN 花坛永春汽车，我叫张信仁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这台是全新中奖车宅秋版的 Kenda， 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车头，非常经典，非常的耐看，就是写福寿。再看到这边，因为这台这是全新车辆，所以整台都是新的。来，我们来介绍它的车子里面，这个全新的一套也都还没撕掉哦，还没拆封哈、哦。哎，对，这、就是它的引擎声。非常安静、哦、然后来这个公里数也只有8公里，然后它还有盲点侦测，它的是五速手排，它还有现在最新标配的就是整合式行车视野辅助系统，就是视路的意思。然后呢，它还有可以连接蓝牙打倒退，还有一个倒车影像，然后这还有一个 USB 的插槽，然后这个就是盲点的开关。看一下我们这货斗宅秋版，这个就是全新的车辆。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里。今天这台车就是2021年的五旗坚达。那有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们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谢谢大家。实在就是 SUM。